比赛进入到最后的竞争，可以看到徐国雄呢现在是冲到领先榜最前面的位置哦，目前是来到地狱标然七安。那中心则是负四的成绩，今天在长推杆的表现呢也是十分的精彩。OK， 这个球上的火岭在旗杆的下方，待会再看他的推杆表演。对问田在左边的位置，他的第三杆进来呢？利用火岭外的坡度做一点自然的刹车。陈中不一个，目前仍是负六，这个球还在火岭外。看一下长推杆，确实速度是转慢一点。卢建顺同样也是拿推杆，再来哦，哦，应该是可以抓下这只 birdie。对，这个 birdie 也让卢建顺又回到了低于标准杆八杆，在这个第十。自动的是通了一个 double， 不过接下来是连续的两只 birdie， 又回到了负八。这次的这一个长推杆呢是没有能够进到洞内，陈中呢也是有机会可以抓这只 birdie 哦。birdie 来一个 ，birdie 来一个，所以陈中是上到了负七，哇，今天 bogey free 啊。这一个回合所抓下的第四只 birdie， 剩下最后的两个洞，大家都有机会哦。陈志忠，那这个卢建顺、徐国雄啊，那翁田这个 birdie 可惜自己也是摇头，没有能够抓下来。中村清在回推呢，也是打 par。林根基，这个第二杆过来。短了，对呀，球呢并没有能够上到过瘾。苏雄是今天场上表现最佳的球员，今天是有负六的成绩表现的，因此目前呢也是来到了地狱标然七杆，有机会来争夺这个礼拜赛事的冠军哦。全局他的第二杆呢，好，请用下方，待会儿看他的推杆如何。不过这个球距离不大够啊，所以最后也是有点回滚下来。最后呢，则是谢颖生。很好。连接在过岭前切第三杆进来。还可以，陈一军，这个玻璃下层锅顶往上推，不，但过了锅顶之后，感觉上是变成有点下坡了。健身的玻璃推杆，哎呦，这么接近。OK， 直接补进去。对，今天是76，那谢颖生两轮合计则是正三。说从最后的这一支 birdie 呢，能不能再来一支呢？如果进洞的话，这个回合就是65杆，哇，太漂亮了哦！今天是7杆的65杆，两轮合计则是低于标准杆8杆，哎呦，有机会也拿下这场比赛的冠军哦。今天抓了五只 birdie， 还有一只 eagle。陈云军打炮，好了，中心星的最后第十八洞，看一下他的第二杆。稍微短一点点。梦田这边球道有点倾斜，右边是比较高一点，上来。OK， 还可以。陈中呢，目前是负七的成绩，而卢建顺则是负八，来到最后的一个洞了。所以陈中务必要在这最后的一个洞抓下 birdie。这球至少是有上到这个旗杆同一层的果岭啊，虽然距离也是不大够。
所以卢建顺的负八的成绩目前是跟徐国雄并列。这个球，哇哈哈，这个球打到旗杆旁边，哇，大概两尺左右的位置，哇，这应该是让卢建顺呢可以拿下这个礼拜冠军的一杆喽。应该是很有机会抓下这支 Birdie， 如果 Birdie 进去的话，那卢建顺就可以直接拿下赛事的冠军。当然目前一杆落后的陈志忠，这个 Birdie 一定要进，如果没进的话，那当然就没了，只能打 par。 所以最后的陈志忠就是以七杆的成绩做收，当然这个回合68杆成绩仍然是十分的优异，所以翁永田的这个 Birdie 差一点。那当然卢建顺目前负八，徐国雄也是负八，所以卢建顺待会这个 birdie 还是得推进去哦，如果没进的话，比赛可能也是得进入到延长加赛。中心最后的这个 par， 长推杆蛮厉害的，不过这个短推杆因为有点下坡而且往右转，所以最后是没有能够进到洞内，最后一洞还是必须要吞下一个 bogey。而卢建顺刚才的这个第二杆上来，上到旗杆旁边大概两尺左右的距离，这个 birdie 推进去，他就是这个礼拜南保南区热血传承赛的冠军卢建顺。哇，在相隔两年半之后呢，在长春赛场上面再度的夺冠，今天打出68杆的成绩。那最后呢，就是以两个回合低于标准杆9杆一杆之差，立刻了今天打出了65杆全场最低杆成绩的徐国雄，陈松则是7杆的成绩呢，在场上是名列第三。至于在超级长春的部分呢，则是由张宏达赢得胜利，这也是他在超级长春所拿下的首胜，也是他近6年来所拿下的首场比赛冠军。冠军好像越来越远，这一次会赢的冠军是好像我的第二春又要开始进行了，现在我在教小孩子的心情也特别好，所以现在的冠军应该是会，应该还会再有吧。现在就是我带最小的11岁，最大18岁，所以带了6个小朋友这样，所以我现在还有看好的我就会接纳他们参加我卢建顺的传承礼，这样跟小孩子说啊，就没什么压力，他们就很天真啦，所以我心情就特别好这样。没有，是超级长春的首胜，因为这是第二场，上一场也是很可惜没有打完，应该也有机会赢冠军。不过这一场对我来讲还是压力蛮大，因为每一个人看到我说你一定要冠军啊，其实冠军也有时候也没有那么简单嘛，还是要有一点运气啦。我今天打得蛮顺的啦，就是刚好最后一洞打 birdie， 那听说黄石和老师最后打 bogey， 他就刚好超前他一杆，真的感觉很高兴这样子。其实，在蓝宝球场我很喜欢蓝宝，因为1985年40年前，我在这个球场服务过，我也非常感谢蓝宝球场一直那个时候照顾我啊，我在这边练球都蛮方便的，都这样子，所以来蓝宝球场感觉真的很舒服啦，很亲切。他真的南宝球场 TSPGA 啦，TLPGA，PGA， 他三个单位都赞助我们比赛，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哦，真的像台湾的球场有这么好的球场真的很少了，一直在赞助我们 PGA 的选手，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好，所以2024年南宝南区热血传承赛呢是圆满的落幕。那当然在超级长春的部分呢，张宏达是第二场的超级长春的初赛啊，马上就拿下了冠军。上一次他赢得冠军已经是2018年10月份呢，在红台油漆长春邀请赛当中夺冠，不过那当然是一般长春的赛事啊。他在一般长春呢是拿下过五胜，不过在超级长春呢这是首场的获得胜利。对，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那另外这个谢敏的老师连续两个回合都是同龄同杆哦，第一回合75杆，第二回合83杆的成绩。那此外同龄同杆的还包括有74岁的许胜全呢，第二回合打出了74杆。那一般长春的钟春兴呢，69岁也是打出了69杆，都是相当难得的记录。
那在这个业余青少年的部分呢，则是由17岁的麻豆黎明中学高二的陈家佑赢得了冠军。他也是班之花球场的培训，他首次参加长春赛事就赢得了冠军。那当然，两个回合打完之后呢，他是跟江宇威同杆，不过经过主动比杆之后呢，是拿下了这场赛事的胜利。超级长春的冠军是张宏达，那另外一般长春的冠军呢，则是卢建顺。两人都是相隔蛮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夺得胜利。卢建顺在今天打出了6次birdie，1只eagle，还有一个 double bogey。那这也是自2021年12月在 TSPGA 锦标赛夺冠之后呢，相隔2年半。在长春赛场上面再度的夺冠了，上次他赢得冠军同样也是在南堡球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博斯高出台为各位播出的南堡南区热血传承赛的精彩赛况，感谢您收看，我们下场更精彩的长春赛事再会。